们跟我以前一样都是这样拖地的嘛。他妈妈顾小朋友已经很累了，他还要再煮饭啊，打扫家里，是真的非常累的一件事情。后来是真的超渴望，就是希望可以让时间节省下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朋友，还有就是让打扫家里这个的动作呢变得轻松更优雅。现在呢，我有了这一台 LG A9 的湿拖无线吸尘器，它让我打扫真的变得非常非常的轻松。我真心认为这台的小家电是真的非常值得投资哦。LG A9 这台机器呢，真的是吸力非常的强，加上它的绒毛的硬地板专用的吸地的刷头是非常的绒毛面是很细致的，而且它的吸力非常的强大，就像是家里面有各种地板，像是耐磨地板啊，里面都会有一些小缝隙，像我们家女儿就是玩那种流动沙会掉到地板上面，所以呢，我现在用了它那一台LG A9 的吸尘器真的是非常好用，它又是把很细小的沙子全部都把它吸干净。那以前我使用的吸尘器呢，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真的是吸得非常干净，而且你脚踩过去都还是会有一点少少的纤维的那种沙沙的感觉。但是用了 LG A9 之后，脚你赤脚踩过去，是完完全全的超级干净，就像是那种拖过吸过那种的利落感，你的赤脚踩过去是非常有感觉的。其实在家里面啊，时常都会看到地板有时候会有一些小的那种水垢，就是小朋友洗完手啊就这样乱甩啊，他那个水其实都喷到地板，因为加上我们家的地板是白色的，所以当下是看不到水珠的，所以他之后呢过一段时间他水珠就会残留在那边，就会变成水垢。那有时候小朋友还有我们大人喝饮料也会不小心翻倒或是洒出来，不然就是像可能煮饭啊煮菜啊，你只要使用过厨房地板都一定会有一些油墨，或是你煮菜的时候油会喷出来，这个时候以前都是还要拿抹布蹲在地板在那边擦啊，那现在呢就是家里面有这一台 LG A9 一边拖一边吸，你也不需要再额外还要拿抹布再起立蹲下这样子在那边擦那个地板。湿拖的功能的那个吸头，它还可以自己去调整出水量，看你要多或是少，而且目前我使用下来都还没有漏水的状况，所以这一点是让我非常满意的。重点是它的那个拖把布它是非常好清洁的，所以你可以就是重复使用，你可能用完之后用清洁剂把它洗一洗之后呢，可以吊在后阳台让它晾干，之后还可以做重复使用的动作，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环保的哦。那尘螨吸头的部分我觉得是第一次看到有这样的设计，那加上我们自己也是第一次使用 LG 的清洁的产品，那这一次体验下来的消费心得我非常的满意。尘螨吸头的话，它的吸力很强，而且它震动度啊非常的快，你在使用的时候呢都可以感受得到它的震动的速度，在棉被啊布料上面你都可以感受得到它的震动的速度是有多么快，那加上呢它有包覆侧边，所以呢它的吸力它都是整个把它集中在一个区域，所以它的吸力会非常的强大。因为吸力很强，加上它的拍打速度也非常快，它所吸出来的东西真的很多，你从透明盒里面就会看到很多的灰尘，还有细小你肉眼看不到的粉末，还有尘螨。也因为它的设计是主要以布料使用，如果像你平常的大衣很少在穿，你也可以把它拿来吸一吸，或是你的衣服啊，所以呢家里面如果有过敏源的小朋友，所以也可以一起使用它。至于音量的部分，我觉得它算是还蛮小声的，比起以往我可能家里面旧家是使用那个戴森的，它是好像是 V6， 但是它的吸力的声音就很大声，所以呢如果你在下午的时间或是晚上都会尽量避开不去使用。那 LG A9 呢，它有分吸力的强度调整的时候，它的声音竟然不会很大声，它是很温和的，所以呢你在下午的时间可能小朋友在睡觉，这个时候妈妈可能就是会抓紧时间打扫，这个声音其实是不会影响到人家午睡或是休息的时间。我老实讲，它这个声音呢比扫地机器的声音还要小声，
所以这一点让我跟我老公是还蛮讶异的。我觉得它的重量部分算还可以耶，因为比起我以前使用过的吸尘器来讲，它的重量算中等，但是它不会说特别轻，但是它使用上它不会让你觉得手酸，这一点我觉得是还 OK， 所以我对于重量这个部分我没有特别的意见这样子。那通常呢，吸尘器它就是基本上它的旅馆都只会有一个伸缩的阶段，就是一个阶段而已。所以呢，有些人比较高或是比较矮，所以它使用上那个手的弧度都要抬得比较高或是比较低，这样使用上的就会比较不舒服。但是 LG A9 它这个有四段的调整，它可以让你是比较身高比较娇小的或是比较高大的爸爸，他们使用上我觉得是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电池的部分我觉得，因为它一台机子的话是有附两颗电池嘛，充饱电的状况下使用大概五分钟，它会消耗一格电颗电池，所以呢基本上你使用一颗电池用完之后，你可以再直接替换下一颗电池，所以我觉得你整体整个家里面打扫起来，我觉得也不会因为没有电的问题而中断。还有就是算是两个电池可以同时充电，这个设计非常棒，我真心真心的推荐给大家。如果呢你预算够，还有你家里刚好需要换一台吸尘器的话，我真的推荐这台 LG A9 的。后来呢又可以让工作上面变得很优雅，你也不需要还要特别先拿扫把在那边把整个家里面扫完之后，可能小朋友在旁边吃东西，你一转头，哇，看到地板又有一些那种食物的屑屑，这样你就觉得啊，天哪，刚刚扫完怎么现在又有？现在就不用啊，你要拖地没关系，你也不用拿扫把先扫，你就直接拿那一台 LG A9 的湿拖的功能的那个刷头，一边拖一边吸。我觉得这个功能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整个让你的时间省下了很多，后来呢又可以陪伴小朋友，又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站立的那一种支架，我觉得它设计的非常好诶，它把一些那种多功能刷头的，它都直接把它收纳设计在支架上面，而且它的支架是铝管的哦，它不是塑胶的哦。后来呢，它两颗电池，一个是在吸尘器的座舱槽里面，另外一个呢是在支架里面的充电仓，所以呢你只要把吸尘器挂上去之后呢，它就可以两个同时充电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设计。那我现在呢打扫家里真的变得非常方便轻松又优雅，而且呢都不需要再去提水啦，就只要用这一台 LG A9 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简单快速的把家里面全部整理干净了。现在呢，我更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还可以陪伴我的老公跟小朋友。家里面呢，真的很推荐要有一台 LG A9 加哦，分享给你们大家，拜拜。